这次就是为了这次的2013国际盆景大会，我们在石溪湖建了一个国际纪念岛。这个在这个纪念岛上有2013国际盆景大会扬州宣言的中英文对照的一块大的石碑，还有就是一面这个就是盆景的展墙，在这个展墙的上面有每个人的时刻头像，还有他对每一个人对盆景的感悟，一句话，中英文对照的，还有每个大师的签名，这是说表演的作品全部存放在那里，在今天的下午，在那个国际纪念岛有一个揭幕仪式，以后大家什么时候到石溪湖都可以看到。这些作品啊，今天的这个表演只能是示范一下，我们这个叫示范表演。示范表演也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一下一个盆景是怎么样做出来的。实际上这个盆景的过程远远不止这些，你像这个今天用的这些材料已经培养了好多年了。像这棵龚振中的这棵祖树的话，是个可以说已经是个很古老的树了。今天不过仅仅是把它们组合起来，把它做成一个新的风格。我刚才讲过，这棵祖树是来自日本的，但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创作的话，要把它做成一个中国风格，把它改造成中国风的。在这次的这个我们这个纪念岛上，就是石刻大师了，有来自美国的、日本的，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，有我们中国台湾的、中国香港的，都在这次的表演当中。所以说从今天下午那个揭幕仪式以后，这些表演的作品大家随时都能看到，欢迎大家去啊，谢谢。现在的石头大体上是这样，现在正在浇好水泥，做完石头以后，还要把这个表面的石头还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整理。前面的人们坐下来，你们那个头脑给我们拍的，坐下，有位置是吗？又讲到老的话题了，虚和实的问题。虚和实这个概念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，
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在盆景创作里面要这么做，要做到虚实相生，那么就是说这是由中国的古老的哲学和中国的古老的哲学有关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虚和实的结合，所以说我们的盆景首先要符合自然，这一点一定要处理好。在中国的艺术里面，特别是在中国的道家的文化里面，对这个虚实的这方面有很多的认识。我们就是平时经常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虚实相生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。现在我们在盆景里面怎么体现？盆景里面就我们这些墨、石头、土这些都是实的部分，实实在在的，大家看到。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中间的很多的空间，这是虚的，这是水面这一块，就是相对来讲是虚的。但是这是所以说它整个是一个虚实变化。但是呢，在虚的里面还要有实的部分，比如说水面里面本来是虚的，我们放了一些小的石头，让这虚中有实。实中有虚，这棵树它是相对来讲是实的，在树里面还要留下很多的空间，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修剪，那就是达到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虚实相生，有点绕口令啊。但是这个几句话，我感觉到我的个人体验是非常重要，所以说我还是反复的跟大家讲。好了没有走，但是这个能不能喝？就是听
现在不练这个。不是，这人家。贵吗？传染病，要签六个，要签。真没传染病，要的辛苦。我擦，怎么了？我操！哎，那方法咋我们这传染病，咱这个心态得正常。要集合嘛？那个叫，你不懂的呀，植物也传染病，免疫嘛。抬杠。哈哈哈哈哈！